草莓是不是？你要先摇一点点看看，硬吧，凉吧，一点不凉。看路，哎哎，看路，哎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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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路，哎哎。有个什么？哎呦，这有个这个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什么猫？这是猴子吧？猴子，那是不是猴子？你是不是猴子呀？嗯，小点声，你别吓着他，你大嗓门。好，往那边走，去看看那边有什么东西啊。嗯，好。妈，穿过来衣服了吗？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来来来！哎呦，哎呦！你看，你看这个猴子，你看这个小猴子，看，小猴子在爬着绳，你看，嗨，嗨，嗨，嗯。妈妈带，那哎呦，小猴子来了，嗨，你过来，不用害怕，它出不来。啊，这也有啊，哈，啊，这也有好几个猴子，哎妈，这里边猴子多啊，这好几个呢。哎，下雨了，下大了。啊，这还有小鸟呢，哈。啊，飞呀、啊、飞呀、啊、飞，好，你看看小猴子吧。妈妈呀，那，哎哎，出来，你这个。你干嘛死？你这个水，你不把鞋弄死，怎么看见水不躲着点，就直接从这走过去，怎么了？弄死了吧鞋、啊？喜欢哪个？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。这个。嗯。真。嗯。真。好好，剩下去还有。对，把剩下钱一定要给妈妈啊，别丢了。好。买了饮料应该怎么说嘞？啊，阿里嘎多，看着妈妈说，没有礼貌。阿里嘎。嗯，好，坐着喝吧。嘎多。嗯。这老伙计自己在家里边拿着饮料还不爱喝，还非得去买一瓶饮料喝喝啊。亮。亮啊，好，少喝点啊。爸。嗯，好，就搁这坐下，等会儿下雨，外边把衣服就淋死了。亮。啊，好，念子要个毛巾啊。哎呀。来，你搁这坐坐坐，把它坐回来。嗯，坐一会儿我们再去玩啊。下雨不能出去，衣服就淋湿。嗯，等了那个什么。哎、嗯，哎、嗯，嗯，我们应该要个什么？那个，嗯，你应该怎么说？你应该说你要哪一个？哎，你要哪一个？一起购，一起购，嗨，お願いします。一起购，一起购呢？嗯，一起购呢。嗯，はい、来ね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哇，都过来坐着吃，知道？过来，好，好，我坐着，就过来坐着，妈妈给你，我拿着。我拿着吧，你拿着被洒了，是吧？得给我好好说话啊，你别给我哼唧哼唧的。妈妈，这个是个饼，是一个饼包的。是的。嗯。吃啊吃啊！哎，这个毛病真多呢。一会儿喝点水，一会儿再吃个冰淇淋。好像不是冰淇淋，有点像奶油一样的东西。别撒了，你好好盖子，盖子没用好。别着急啊，你给我稳着点儿。看，两个冷冻的草莓，加点奶油。草莓是不是？你要先咬一点点看看，硬吧，凉吧，咬一点点，咬开一块儿。妈呀，那一口能吃了吗？一点不凉，哎妈，草莓是凉的，是不是？不用手去抓。嗯，对，就丢里边就行，丢吧，嗯。哎呀，离垃圾桶远点，怎么还得趴地上看看？脏死了，垃圾桶。骆驼上里边去了。骆驼在里边啊，还是没有。嗯，这脑壁它没有了啊，这脑壁它去世了，9月3号去世了。哎呀妈呀，我说呀，我看里边弄的花，这地方弄的花。哎呦，企鹅，你看嘛，哎呦，这企鹅，哇，这里边，哎呀，一股鱼腥味儿。哎呦，这个水怎么这么绿？这企鹅，哎呀妈呀，真是这老伙计都是吃鱼吃。一股味儿，看吧，小企鹅在那边，好多企鹅呢。看见了，
哎，我感觉这是累了哈，走这么一点路啊，到中午要午睡了，要睡觉了，这是哈，累了。嗯，还得妈妈抱着吗？哎呦，这个样吧，你是你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样的事下次不领着出来玩了。抱抱，一天到晚你抱抱他腿，抱抱他腿，让我抱抱，让我站起来。转完了这一圈哈，这长颈鹿，这长颈鹿，我估计得有两米多吧哈，真的有两米，三米吧。我发现这地方有大枣，你看没这大枣？我的妈，得过两天熟了吗？猫猫吃了大枣来，这是我在日本见第二次见大枣吧啊！哎呀，这大枣，长这么，哎呀，这长这么的好看哈、啊！有大马叫，哦呦妈妈，汪汪叫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异国风情这里哈、啊。今天这是第一次打着导航来这个动物园来玩，现在以后。体力允许的话，就带着把我们家这附近这些地方都带着来玩玩溜达溜达哈。这家伙真是卡水了，你看，哎，老母亲，我每次都抱不动，我现在三十斤了哈，抱着这三十斤呢，你用得用手拽着衣服，要不然这一个胳膊还真是弄不住哈。哎呀，下次我们再来玩吧哈，我们要回家了，看这里在这照个相不错。要这个镜子吗？嗯，喜欢这个粉色的。啊，看看啊，不能打开啊，得交钱，交了钱才能打开的。要这个颜色吗？这个黄色的，就这么拖着走的，要吗？哎，不能骑上去，不能骑上去，是这么拖着走的，拖着往地下拖着走的。要这个吗？哎，好，要吗？啊，这个颜色行吗？行。好，行，都去交钱。好，抱着他吧哈，抱着他吧，走吧，这能，他能下去吗？你得抱着他吧。哎呦，慢点啊。哎，看看路啊，看路，哎，看路，哎呦，看路，哎，看路啊，你这，哎呀，我玩够了哈，出来你看，下雨了，衣服都淋湿了，这阵下大的了。就估计这家伙好睡觉了哈，你要躺着睡觉吧哈，一会儿啊，睡一觉吧，睡觉起来再玩吧哈。嗯，对，闭上眼睛休息休息吧啊，休息一会儿，等起来了妈妈再领着你上另外一个地方去玩玩哈。看，就是我闺女好睡着了，哎呀妈呀，在车里边让她睡一会儿吧，睡醒了再说吧。看啊，这外边的小雨哗哗下，妈呀，这看样今天不能玩了，回家吧。哟。你看这小雨下的，这哪能出去玩？一会儿就淋湿了。上这儿。你睡醒了？睡醒咱还玩不玩了？外边下雨了，能玩吗？好，再休息一会儿吧。又睡着了。你拿超市，你买菜，你怎么拿这个东西？挖。我咋要么死？哎，我看这个眼了，我看这眼，你看，还是小闺娘啊，我这好揍死他个猫，叫他是打妈妈，你得打妈妈试试，我就给你丢这个地方，我丢大道往上。上超市去拖着这玩意儿干不？滴油水啊，好好拿好了。加油！好，你快走，好，你快走吧，你注意安全啊。你看这头发，小辫儿也揪下来了，毛都刺刺了。好，进去。好，抱着吧。好，下楼梯抱着吧。好，用不用我给你拿着？用不用啊？好，你看路哈，看好路啊。好，你抱着。妈妈拿个车，妈妈推个车哈。你坐不坐车？不坐呀。好，那你刚好妈妈走哈。好，走往前走。哎，别撞着别人。快点走，哎，往前走行了。你看着点哈，别撞着别人啊！啊，往前走。要不要这豆子？要啊！好，妈给买一包哈。好，放在筐里边。好，要了就得吃完的啊。好，这是再不要了是不是？这是有没有还要吗？有没有要的了？不要了。
啊妈呀，现在就开始做关东煮了。这个，哎，牛蹄筋多少钱一包啊？哦，等谁懂？错不对。妈呀，这么五个牛蹄筋700多日元，太贵了吧？你要酱油干啥？是给呀，好好放着，好行，够了，好再拿一个吧，拿一个行了。这个辣，不要这个，好。妈妈要。好。买点生鱼片啊，你要生鱼片吗？不要那个，哎呦，不要那个，妈妈给你拿。拿。拿呀，拿这个行，我们拿这个来，这个，好，这个放进去，好，行不行？好好放。我看看你抬头，我看看你这个样的，哎呦，你这像不像个二溜子？你看你这个样，可丑死我了。李大爷，好，那你下来吧，别碰多，哎，慢点，哎，好，过来点吧，过来点，